卫生间的垃圾桶一定要挂在墙上，这样打扫卫生就能直接用水冲，最好还要有盖子，可以避免尴尬纸巾，减少异味。要是还能直接挂在柜门上，那就太棒了，这样灶台上的垃圾就能直接入桶，站着就能摘菜和削皮，扔水池里的垃圾也不会滴水滴到地面。